幫個小朋友啦。我覺得小朋友是很需要去感受一下出汗這個過程是好的，我都朝朝運動感受就很 enjoy 的了，大家一起流汗都要做快樂 refresh and sweat a lot I love the feeling。 小時候你流汗覺得很辛苦，但現在我覺得你流汗笑那下我覺得你最漂亮。有時見到啲小朋友跑到成身汗，塊面紅卜卜流曬汗，佢哋個樣係最開心喺嗰個 moment。你嘅汗亦可以更有意義，等我哋一齊出心出力，出汗為孩子送上正能量，一齊嚟參與寶礦力水特 Sweat with Heart 企劃。即刻上 www.sweatwithheart.com， 只要你拎起电话，喐动身体，健康出汗之余，你付出的每滴汗水，我哋会转化为捐款，捐俾香港乐同行，帮助孩子快乐发展成长，一起身体力行，为新一代出一分汗。